陈小诗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只会让你天天看到开心的何雪，我也会让你天天开心，好吗？好。本戏应该也还好，但是导演就想要拍得很唯美，然后就设计我们两个人站在那个轮盘上，然后就有一个圆轨，然后跟圆轨是反方向的这样子旋转。慢点。在拍的过程，我跟谢颖就两个一直转，然后转到头顶去。大力讲啊，陈小诗哦，悲惨的命运啊，今天呐、啊，悲惨的要命。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失去你，我会为能抓住机会跟你告白而后悔，后悔为了一句来不及说出口的话而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所以陈小诗，请你听清楚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不会背。你的身在地狱里，深情只分不见。告白就告白嘛，叫什么微妹？可是刚刚在来签票会的路上，我刚刚跟微妹吵架了，而她也走失了，所以在这里。我想请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帮个忙，如果有谁在路上捡到陈小诗，我这个迷路的乌龟未婚妻，请帮我把他送到现场。小诗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到了就要赶快到现场来，否则你就要错过这个机会了。小诗，你来这是干嘛？赶快进去啊！对啊，快！何群在等着你说最后一句话，快点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谢谢大家！陈小诗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喜欢你。我的乌龟未婚妻，你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。哎，好！陈小诗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只会让你天天看到开心的何雪，我也会让你天天开心，好吗？好。
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光明正大的吻你，这叫哪门子偷袭啊？群跟小诗一起打破魔咒，修成正果。微笑 Pasta 是2006年夏天最开心的偶像剧，你可知道这些微笑是怎么烹调出来的吗？现在就让 Pasta 超人为您公开微笑秘方。我跟你说啊，陈小诗哦，悲惨的命运啊，今天呢、啊、悲惨的要命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侧面补一个就行了。这次真的比较湿。对，好像老公在头上。一二。啊！这是什么啊？是哈气！你这是牛角包换的上马星哎！我忘吃了。啊！怎么样？要跟心灵在众目睽睽之下拍吻戏，然后本来以为说拍吻戏应该也还好，但是导演就想要拍得很唯美，然后就设计我们两个人站在那个轮盘上，然后就有一个圆轨，然后跟圆轨是反方向的这样子旋转。慢点。在拍的过程，我跟心灵就想可以一直转，然后转到头顶去。好的，梁加油哦！不要跑啊！好，谢谢哈。啊，队长，点了！好啊！再给我！我可以游泳，但是我没有试过这样子跳水。我不跟你说，啊，真是。没有人告诉我。Take two。他叫说 Take three。来，准备。来，神经病。不好意思。Take four action。好，准备。打到红就算哦。别说，不要以为主角都很帅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哦，原来让人微笑是这么辛苦的事情。可是这一切，只要看到你的微笑，就全都苦尽甘来啦。结束了，微笑 Pasta 也将随着夏天的离开告一个段落。不过，希望大家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挫折，都能想起微笑 Pasta， 只要笑一笑，没什么事情过不了。拜拜。